爸爸说今天带我去公园玩滑板，跟着我，跟着我的镜头来。吃玉米啊！对啊，在吃玉米，好大的玉米啊！哇，他们还在玉米上。我们从这里上去吧。哇！累吗？累，我们爬到山上顶部了，我们去看看那些模型吧。走。是的，爸爸，我成为大巨人了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其实这是一个古楼的建筑，这是一个辽东区以前古代的建筑模型。去其他地方滑滑板吧。嗨，爸爸。哎。你带吃的了吗？干啥呢？喂鱼呀。我带了一个馍。车子不能上去啊，车子就停在这下面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桥上了，爸爸，你带馍了吗？给。啊，馍这么多，哈哈。有鱼吗？我看看，有鱼，这有好多，能背点吗？我背一下鹅。爸，都被鸭子吃了。你看鹅吃吗？这有很多小鱼，都是被我们的馍来吸引的。哇，嗯，哇，好多啊！鱼，好多好吃的。鱼食。弟弟，我也有呢，我还有鱼食呢。你要鱼食吗？你拿一点鱼食。有吗？啊。这这这，妈妈在妈妈手里，你在你妈妈，客人就客人妈妈手里。爸爸，我喂完了。扔到垃圾桶去吧。啊，那哪有垃圾桶呢？那边就有，去吧。等等等，谢谢爸爸，我们赶紧回，我们在这溜达溜达，就得回家了呢。走吧，走吧，开心吗？开心，高兴吗？我要开始吃香蕉喽。走吧。爸爸，这是一下这个古城墙，好漂亮，好壮观。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好的。辽东区的古城墙呢，你们看大不大？大，超级大，超级大的，跟上面的是比下头还要大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我们终于到家了呢，这是我们早上的一点闹点，还有我们上次买的什么来着？紫薯糯米团子。还有紫薯一个紫薯糯米团子呢，我们在。
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，够啊，不够吧？中午这个焖面我们热一下吧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吃焖面。行，那我热一下啊。好的。爸爸，你怎么又把你这个浪，又把我这个浪费口吃？你最喜欢的焦焦的吗？我不知道，随便放进去过一下油就变成焦焦的了。那你不会烤一分钟就把它拿出来吗？一分钟还没熟。那两分钟。两分钟就成焦了。我们今天的晚餐有榨菜，还有一个焦了的烙饼，还有梨，还有中午早上剩下的烙饼。中午剩下来的面，还有，你看我把这个大草包 吃这么大盘面，我就吃这么小碗就够了。我要开动喽！爸爸，你辛苦了，每天照顾我，你辛苦了，给你吃一个泥巴。谢谢宝贝。不用谢的。我们要开始吃好吃的饭了。好了，你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不喜欢的话，结果就多点赞和这个点点留言哦。再见，明天见，爱你们。你是个贪吃婆啊，小吃货。